杨幂刘恺威爱女小糯米今年6月1日儿童节出生，现在已经半岁了。12月1日，杨幂在微博分享出自己喜悦的心情，晒出红黄相间的庆祝蛋糕，庆祝女儿二分之一的生日快乐。网友们也纷纷在微博留言为大幂幂一家送上祝福。不过话说，杨幂生女后，大家都期盼着大幂幂加入娱乐圈晒娃狂魔阵营，而大幂幂一家嘛，女儿百日晒一下，半个月再晒一下，可惜晒的始终是蛋糕。网友纷纷表示停止蛋糕秀，求小糯米近照。优酷群了整理报道。